民在论坛上讨论那些距离年龄差很大的经典 CP， 大家最爱哪一对？来自星星的你，都敏俊、千颂颖相差约400岁，鬼怪金信、池恩卓两人相差约900多岁。某天灭亡来到我家门前，灭亡和卓东景相差岁数难以估计。九尾狐传李彦能智雅年龄差约1000岁，与恶魔有约郑九元和都道西约差200岁。星星肉特的同居申佑如和李丹年龄差约900岁，德鲁纳酒店张满院聚灿星年龄差约1300多岁。这么多对老少配 CP， 年龄差距最大的是灭亡与卓东景的搭配。网友们表示鬼怪太经典，都教授也是令人难忘，九尾狐好像都900多岁，满月社长居然是除了灭亡外最年长的一位，真的太让人意外了。